我是山村师叔，买了个大牛头，还是半个。今天有几个朋友要过来，咱们做牛头宴招呼他们。上大锅，牛头下锅，先给他焯个水，去个腥。加水，没过牛头。放上葱姜，来上半斤白酒。这牛头也太大了，这么大一口锅都放不下。牛头焯完水了，把它捞出来。焯完水的大牛头，再给它冲洗一下，把这口腔牙子刮掉，把耳道里面也冲洗干净。来，锅里倒油，油热加入葱姜蒜、盐、葱、青菜，把油炸香，这是做卤汤的关键。来上一碗黄豆酱，一碗甜面酱。出现香味，下入祖传牛头十八香，日本魔鬼椒，加白酒，激发香料的香味，加水，加上一泡花椒酒，去腥增香，烤好的糖水加进去，牛头下锅喽。师叔，我刚买了新手机，这旧手机咋处理啊？放到家里闲着，干脆换盆得了。拿去换盆太亏了，我前两天推荐你拿去找链接 APP 卖掉换墙，再想估价可方便了。这旧手机现在还能卖墙？你看，就是这个找链接 APP， 首页点高价卖手机，选择旧手机信号，马上就能估出价格。你看这个华为手机，还能卖个2000多呢。下单后顺丰一小时免费上门，门都不用出就把手机给卖了。这项过程有任何损坏，百倍赔偿。这旧手机还能卖2000多啊？良心啊！找链接 APP 是专业的大平台，我都在上面卖过好几台了，手机平板全都是，价格满意立马打款。7月10日亏本补贴旧手机，多卖好几百，最高能卖10万块。那我也赶紧点左下角试试，把家里旧手机都卖了，反正油费也不用我出。好，大火架起来煮牛头，现在把盐加上，已经煮了3个小时了，现在继续煮，再煮1小时。朋友们，煮了大半天，终于煮烂火了，出锅！哎呦，这条大牛头！哎呀，哇，好大的牛头啊！大牛头上桌子喽！卤好的牛头给刀。哎呀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横着也来几刀。撒上青红椒、葱。麻椒撒上去，再来点芝麻，泼上热油，来来来，朋友们，牛头宴吃起来，来来来，是，哎呀，软糯可不烫，这么不错。今天这牛头吃美了，好浪花。哎呦，快快！胶原蛋白太足了。给你给他吃。这还没有，皮子不腻。